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变胖了，我又肿又胖，因为过年我太久没有放假了，因为不是过去三四个月宣传的很用力以外，是我自己制作完音乐，对，然后又要前置作业，然后去执行，然后拍 MV 到包装所有东西，所以说其实过去的四年我都没有停，没有好好的休息，没有停，然后一直表演，然后到现在，所以到过年的时候才终于有一点时间放纵一下，然后我是那种压力很大的人，所以我只要一放纵，我就会狂吃，所以我今天就发现我真的变好胖好肿，然后我就去我新年过完之后，我就马上去韩国工作，所以我整个人现在是因为韩国吃味道比较重，所以我到现在还在水肿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吗？会啊，还是鲜皮腿啦，那个腿瘦了，脸胖。OK 了 ，OK 了，大家觉得那个肿肿的周汤豪，你们可以爱吗？可以，是真爱，谢谢你们，真爱，真的，谢谢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太阳娱乐是也要特别送上一份好礼，希望可以这个激励周汤豪呢，好还要更好，我们不断的呢继续的向前走，所以呢就要麻烦这个周汤豪呢，你像一声令下，把这个红布咻掀开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好 ，OK。对，先固定一下，这是一个冰雕，是，对，然后就麻烦这个周汤豪呢，一起呢，好看镜头先是不是？好，来 ，OK， 要麻烦这个周汤豪哦，三二一，请揭晓 ，OK， 这是一个 Number One Rio 长了翅膀的冰雕，所以呢，哎，还不够，周汤豪还不够，我们要那个有个仪式，对，来这个冠军红酒，要请你注入这个一。Number one 的数字当中，好，然后呢，一边这个倒的时候就看一下镜头，好，恭喜周汤豪 Rio 专辑，我们送上了这个红酒冰砖。好，红酒冰砖呢注入，让这个红色的数字给呈现出来，希望这个周汤豪的创作实力呢能够勇夺第一，长长久久，非常的火红啊，耶！呈现出来的 Number One 长了翅膀，带着这个周汤豪的梦想呢，持续不断的向前奔驰。好 ，OK， 让这个周汤豪呢，在这个太阳娱乐所送的这个冠军冰雕前面呢，来拍个照。希望这个周汤豪呢，人气 Number One， 买气 Number One， 帅气 Number One， 创作实力也是呢，像这个红色的红酒一样呢，长长久久，越陈越香。撤一下，冰雕请撤一下。好，耶、yeah ！真的，我觉得满满的感谢哦。是，满满感谢，真的，因为。台下有很多朋友们，可能是因为帅到分手认识我，可能是因为 Rio 专辑认识我，对，可能是因为Turn Up 认识我。哎，音乐可以关掉一下吗？谢谢。对啊，我讲话。好霸气哦。我要特别讲，这很重要，是因为很多人在我出道的时候一路陪我到现在，然后我中间停过两年，停过四年，然后很多人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我，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说会有今天，所以说这些人愿意在没有人相信我的时候支持我，我真的是很多的感谢，所以这张专辑送给你们，然后谢谢大家，真的很感谢，谢谢，这就是我们最真实、最有血有肉的周汤豪，真的是一个很帅气的男生，谢谢，也很直率，对不对？谢谢。